我们全台湾走透透没来过，所以我绝对相信你多走多看，就会有更多的惊喜。因为在台湾各个角落里面，很多人都在努力。待会借有一个地方，啊，我自己做个菜。这就是豆干韭菜汉堡。每周日晚上8点，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詹姆士出手料理，黑猫探险队。